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震界。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万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妇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次日早晨，农妇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十七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一天死掉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之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却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一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计，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饿死一大片，
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朱元璋无路可走，进黄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黄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50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黄觉寺。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莞，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了苦难。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经过3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20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黄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亳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黄觉寺，投奔亳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12年农历闰3月的一天，在亳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按谁是主将坐哪儿，谁怎么办，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亳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700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可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
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杀老百姓了。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生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他是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六十万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二十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三十七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得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穷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种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六百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集结回到故乡。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2000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皇册》。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皇册。与皇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墨乳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的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啊，就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他这个目的呢，从他官方来说他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思慕，异常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
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26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啊，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出飞之鸟不可拔其翼，如出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这个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治制度架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6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13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他要想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他首先得从这个官本位上来下手。皇帝，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废丞相，是吧？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2年后的洪武15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叫行乱国用重典。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惩罚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削首示众或剥皮食草。在抚州县即位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厂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工作旁各选一个剥皮食草之带，使官吏们个个看了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食草的成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成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然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元代吏治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育，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这个是有他这样一个思想。洪武18年，户部侍郎郭桓与各部政司官员相勾结，通通舞弊，倒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担，相当于一年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赃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样？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想的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通过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家、甲手、小甲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个保证。如今
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循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有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元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的周朝一样的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他希望奠定一个叫做万年之基啊，自己的这个朱家的统治啊。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啊腐败这些事情，你出多了以后，他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灭亡了吗？朱元璋的重点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许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13年爆发至洪武23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10年，株连万引，总计被杀者30000多人。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兰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0000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啊，这是整个中国啊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圣谕六训
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视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十六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房间屋，那他这个追求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王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王氏老母的这段事情。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印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那种气度。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她的用意，就告诉她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15年8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
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西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夜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抵天授智勇，统一方下，为五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炆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位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以靖难为名，43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修筑了永乐大典，派郑和出使西洋，还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明王朝在这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手中走向了繁盛。